阿朱又跑去上厕所了，所以我要先独自撑过这两三分钟的时间来做开场白。那我们就慢慢的等待阿朱从厕所回来吧。这段时间要做什么？知道吗？我今天想那个办法，就是可以让我不为这个游戏的恐惧，那就是把我自己扮成鬼，这样就不会怕这个恐怖游戏啦，大舅对不对呢？就是，啊，好热好热，但这个面具起脚，我的妈呀！哎，我的咖啡，放你的咖啡，我的咖啡。今天我们昨天呢玩到那个，今天麦克风有点小声吗？麦克风有听到吗？各位朋友有听到麦克风的声音吗？因为想说昨天有朋友反映说我麦克风很小声，所以我们就今天又去买了一个新的麦克风，虽然还是有点烂，所以想说先大家听一下我们测试，对吧？我们那个麦克风有没有很大声？然后皮裤说已经整个不见了，回来好不好？有听到我们麦克风吗？有很清楚的声音吗？还是觉得不清楚要有点大声？好，那我远一点，这样子可以吗？那我的声音呢？我的声音 OK 吗？因为我想说让大家两个不是两个人，两个其他人都看得听得到我们的声音，这样 OK 哈。Hello Hello， 那就不能改喽。不要后悔哦，机会只有一次。好啊。有人说什么有点大？背景嗡嗡声有点大。嗡嗡声是因为电风扇的声音吗？可是很热。很热，我们可以远一点。那我要这么近吗？还是要再远一点？要近呢，还是要远呢？我有点小声吗？我被切脸了，过去点。好啦，真是麻烦。你知道我昨天玩完之后，我们去吃了宵夜，然后还配了审美的那个真人那个电视剧版，然后结果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到四点才睡着。你是因为审美睡不着，还是因为我是因为游戏睡不着？所以我今天带酷手去玩的时候，整个就是像死人一样，就是像僵尸一样，就是完全瘫在那边，超累。对啊，然后今天还跑，刚刚还跑过来睡午觉，睡了两个小时。我们一起睡两个小时。不要讲出来嘛。好啦，真的听得清楚吗？如果我的清楚的话，那酷手清楚吗？就讲一下话。Hello， 大家好，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嗨，大家晚安。如果清楚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五章喽。我们昨天玩到了第四章结束，然后接下来继续我们第五章。我听说这个游戏有15章。Oh my god！ 我还以为这游戏就有5章哎，可能今天教我把我破关之类的。结果竟然要15章。啊，总之第五章是我给我先玩这样，然后我们就遵照着昨天的那个游戏模式，就是一个人玩一张这样。我们已经破第五章了。对啊，我们昨天第四章结束啦。我们进度这么快了。我们从哪里来的？这样我们站在这里应该就是工作人员。有镜子。哦，镜子，你的镜子让……我都还没。长太丑了。十字弓。是鱼叉。你知道我昨天跑去看巴哈，然后我发现有一个人，他玩到了十几张，然后还没有十字弓。你看看，真的是有人不会发现十字弓在哪里吗？对，十字弓做太不明显的游戏。对啊，十字弓做太不明显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对啦，枯手要环岛到
明年的1月1号，就是他可能会在台北跨年这样，就是明年就是1月1号刚好回到台北这样，所以我们帮大家呈现加油一下吧，因为他现在才26天了，油都已经到中间了。那边好像有东西可以剪了，我刚刚多少东西可以剪？那就是储存啊。可是我说我刚刚实写，如果这样保存，就是保存啊。不是啊，我看到有这样可以，有可以剪。放心。不是不是，我刚刚是想要实写，不是写保存。没关系，我先保存好了。连环命案调查陷入焦灼，社区居民保持谨慎的乐观。什么叫谨慎的乐观？谨慎，这是矛盾的形容词。为乐观，对，为乐观，这就是为乐观。其实我觉得护士有点萌，你不觉得吗？他应该是这游戏里面最正常的角色了吧？应该是《魔兵金铁路》里面来的。你说贝欧内塔吗？对，还真的有点像。哎，我有个钥匙，选一个吧。哎，我们选一个。给大家选，我要选这个呢，还是那一个呢？大家说个，我们有大家说一个数字，大家说一个数字。这里一共有1234567899327，有27个，还是34个？27吧。有27个，大家选一个数字，帮我选一个数字吧。选个数字没有，我没有跟他酷手一起环岛哦。酷手他是一个人骑着环岛，只是刚好路过南投这样。我是荒野大镖客。哦，有人说八。是，好吧，那就四吧。这样大家都那么喜欢四的话，八之四吗？这样子吗？八四啦，没有，这是四啊，没有啊，八四，四啦，是第四个这样。好吧。哎，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第四个。Open the door。是鱼叉。恭喜拿到了4只鱼叉。我揍你们！我不需要鱼叉。鱼叉不错啊，我昨天用鱼叉泡了一杯子。嗯，我们应该先升级吧。升级了哦。我昨天点数应该点了蛮多的。对啊，我们现在有多少经验值啊？不知道，可能要看一下。开这班是有事吗？这里有。这里有个镜子哎。3000也是要点什么东西啦？3000能点什么？好，携带量吧。我们要点火柴，我昨天去看了一些攻略，然后说就是火柴比较重要，这样。火柴的携带量。对啊，火柴携带量真的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需要多带一些火柴。我可以拿15支火柴喽！你们全部烧毁吧！200是什么？我先记录好了。他可以不要开这么慢吗？他来修指甲。他真的很没事做哎。他这边真的工资可以拿吗？他在真的还在修指甲。他修指甲。妈的，还真闲。好了，我们又回来我们要打怪的地方了。现在熟悉一下操作好了。昨天有说到我们剑石可以做。我们刚不是拿到怎么只有两个而已？对对，我们拿到四个。算了，先拿枪好了。Let's go。什么？我拿戴有帽，没戴是毛帽。我别供。我想是傻笑。啊！你们怎么射人家？你们怎么射人？啊！对不起。还在动哎，他们还在动哎。他是动了吗？他刚刚真的动了，我刚刚看没有，是我踢他的关系。可是我刚刚真的吗？真的是关系吗？对啊，我们可以踩他吗？你按 F 看看。不行哎、欸。可以。请问这是干？应该没事吧？应该没事吧？算了。等他等下爬起来怎么办？应该是不会爬起来了。刚刚外面有人吗？不知道。刚刚外面我好像看到人。有人就有人啊，怕什么怕啊？出来啊，面对啊，出来面对啊，出来面对啊哈！我现在门都踢的啦。啊！
出来！你他妈在哪里？在哪里？先拿经验。在哪里？我刚刚出来面只是叫你，只是讲好玩的，你不要真的出来好不好？你不要真的出来好不好？我只是开玩笑的，大爷。啊！抱歉，大爷，抱歉，大爷，我不是故意的，大爷，我不是故意的，不要真的出来，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出来。监狱的厕所在哪里？有洗手台就没有厕所，奇怪。哇，这个华丽有点好啊，这个。话说，他昨天那个医生，医生是哪里？不知道哎、欸，是在哪里就跟医生分开了。你知道怎么分辨这里要不要打怪吗？看床底下可能不能躲。你看这里不能躲吧，这里不用打怪。哎、欸，前面有人呢、欸。哎、欸，都不见了。是隐形怪吗？那他妈的是隐形怪吗 ？Is that a 隐形怪？可是没有影子、啊。我看到，看到，有。我的灾，我的灾。哇，真的有人。看，看。你要刚进在哪哦？别打了，放火柴。欸、可是看不到，看不到，放不到。看不到，不能放火柴。先用敲的，先用敲的。打不到。啊！哦！这真的很过分哎、欸！你他妈过不过分？看到了是不是？啊！死掉了吗？大家怎么砸僵尸比较快嘞？哦，你看，走过，爆了！我刚刚想说，先射他脚，让他跌倒，然后就可以踹他之类的。你去哪笑？啊？你去哪笑？笑什么笑？是不是没笑过啊？等下怎么突然这就没音乐了？不觉得吗？没有声音了吗？这也是沉默之丘。嗨，莫扎特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还是舒伯特？不要看，他看着你，就这样一直看着你。不用烧毁啦，如果真的确定他死掉的话，就不用烧他。有厕所哎，他就不用。超大罐，大罐哦！这么大罐逮就不吗？打1000零。Looks like I have to get down。看来我得往下。真的假的？你掉下去了啊！下去下去啊！怕你啊！下去哎呀，有什么东西爬过去了？有看到吗？我没看到。你有看到什么东西爬过去了吗？对哦，是老鼠，是老鼠。是老鼠。给你的子弹跟经验值。嘿，我的子弹咯。前面有一只不好意思。娃娃、欸。娃娃能干嘛？娃娃干嘛？娃娃可以干嘛呢？老鼠带着那个跑掉了。What the fuck？ 打他！快打破，打破！捡到，捡到钥匙。What the fuck？ 捡到钥匙喽！他是可以烧老鼠哎、欸，这好可爱哦、喔，真舍不得杀他，这只娃娃有点恐怖啊。这个娃娃有点可怕、啊。这个娃娃是，没事没事。你以为放娃娃就可以吓到我吗？啊？是不是？好了，你真的吓到我了。有没有子弹？想子弹？那是火箭，哎、欸，可是打不开耶。那什么？就是在发小火。
火柴啦。我们现在可以拿15个火柴，超屌的。刚才什么声音吗？没有。我们现在应该要转过去了。真的碍眼欸。请问这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吗？还是？哦，有到记录点了。记录点了。表示前面有事要发生。发生就发生啊！什么都冲着我来吧，都冲着我来吧！Locked. Need to find a key card. Find a key card. 哪里有钥匙卡呢？不管什么游戏都要找钥匙的嘛。看到了，你被看到了。我看到，看到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隐形怪物。我觉得应该用一些弩箭之类的。那你就拿一般的鱼叉吧。不用不用不用，用什么爆炸那走过来？你觉得如何？这是爆炸吗？这是爆炸。他过来什么？哦！哎，我超厉害，超厉害，超厉害！可是我好像没有炸，好像没有剑的。哎、欸，可以啊，可以啊。只是我们可能要再去拿一些心灵剑之类的。我们来赶一次，真方便。有人说武器可以放到快捷键，但是我们昨天是弄了他妈的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到快捷键了、啊。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可以暂停嘛，对不对？就这样比较保险一点，比较安全一点，就不用怕一些外突然跑出来这样。出来啊！我有爆炸弩箭，你们怎么样？我有爆炸弩箭。对，手枪子弹。好了，我们手枪拿满了。只是手枪打隐形怪真是没什么用，我觉得。哦，有没有看到？也有人有怪出来，有怪出来。来，又是我们的爆炸弩箭出来的地方喽。爆炸弩箭。他要来吗？他要过来吗？在前面吧，已经在前面。我、哦、还在敲门呢、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有照到吗？哎、欸，哦，超厉害，超厉害！今天还蛮顺的嘛。有点顺，哇，打一次加1000呢。超厉害，超厉害！又是这个娃娃，又想吓我是不是？又想吓我是不是？是大师，大师来了。哎呦，大师 ，Hello Hello。大师哪里 ？H 那个，我记得他账号。Okay, 身为一个大师，过来看看。啊、是大师、嗯。大师，我爱你。啊，大师，大师，后面的粉丝有听到吗？大师，大师，大师。我听一些声音。哦、嗯， 我们拿这么简单拿到卡了，是不是？这个感觉会爬起来哦！爬起来哦！我他妈烧掉你！我先摔两跤！我他妈烧掉你！也、欸、烧不掉哎、欸！不能烧哎、欸！就不要给我突然起来哦！前面那堆是高丽菜还是西瓜啊？不是，哦，这是一盆菜。我想要烧它啦，怎么办？烧不到。可以烧它吗？烧不到。我觉得这画面结束就会，它就爬起来，有那种感觉吗？没有哎、欸，还是这样子，等一下，不要爬起来，爬起来哦！不要起来哦！不要起来哦！你不要起来哦！不要起来哦！不要起来哦！好，没事，他没有起来。不要起来哦！不要起来哦！好了，算了。我觉得我们射个头保险一下好了。射不到！射不到！他穿透了，他是隐形。他射不到。补个子弹。哎、欸，这是散弹枪吗？散弹枪，子弹，你要开几把散弹枪？
我每次都会被这个游戏的影子吓到。哎、欸，门开了。Open。哎，有人。哎，他在后面啊！你跑太快了吧你！你跑太快了吧！超厉害，超厉害！好了，够了。没有东西可以做了，怎么办？你已经快用完了，你把零件都用完了。我不能超厉害了，怎么办？我要超孬了，看一下，只能靠这个了。霰弹枪。哦，双筒跟单筒差哪里？双筒应该就是范围比较大吧。霰弹枪这种就是可能攻击力比较强，然后这个就是范围比较大之类的。我乱猜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我先拿手枪好了。怎么办？我没有弩枪嘞。没有弩枪了。等一下，一定还会有几支。对啊，就只要手枪连发了。我不跟那边超厉害的，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僵尸大大。右边有个电哦，这是我刚刚的。使用。哇靠！而且没有两张经验值。我的妈妈！爸！天马流星拳。天马流星拳。哦，是阿萨辛，哎，没有，他干嘛？他是叫你走进去啊？他不是要来杀我们吗？我知道，他不是要来杀我们吗？这些没有必要，哦，发子弹。其实这样玩起来，感觉这游戏这些子弹也没有很少。如果是玩生存者模式，对啊，还蛮。又是一个很窄的楼梯，我的天哪！是一道窄门。你们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永不止境的噩梦》那个游戏？就是一直要下楼梯，下楼梯。你说那个 SCP 什么东西的吗 ？SCP 087什么的？没有，我是另外一个叫做《永不止境的噩梦》，那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一个。有人说想要试看看，就是边玩这个游戏边放一些很可爱的 BGM， 看会不会破坏气氛？我马上来试看看， okay. 马上来试看看。嗯，那我们就来放哆啦 A 梦。我们来播放个哆啦 A 梦 BGM 好了。哆啦 A 梦，我想一下，我找一下，你应该会有吧？我有，当然有啊，怎么没有嘞？可能阿 Q 会没有哆啦 A 梦的音乐。Music，come on music， What？ 我的 music 嘞 ？Where are your music？ 音乐嘞？有放音乐吗？我没看到你的音乐。有了。哦，有音乐了。哪一个？不行。马上来放一个哆啦 A 梦可爱的音乐。马上不恐怖。马上超厉害！断臂娟在哪里？问你啊！你的资料夹你还问我、啊？在哪里呢？我的臂娟嘞！我看你刚才 YouTube 找还比较快哦，聪明 YouTube 找是不是？来，我找一下。他们说自己唱。好，我现在唱《Let It Go》，从头唱到尾。你要唱听日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哎、欸，你会唱吗？英文版跟那个英文版的《Let It Go》。我不会。等下，这房间什么都没有。降り始めた雪は足跡消してた。有个洞，有个洞就是要去戳啊，戳它。有个洞。有个人的方块头存在。对面的幽灵看过来，看过来，你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哎、欸，有没有？还有个洞，还有个洞。对面的幽灵儿看过来，看过来。对面的幽灵三看过来。哎、欸，有个小孩子在涂鸦。为什么？是不是一堆幽灵？怎么那么多幽灵？哎、欸，每个都有一个门呢、欸，所以是要我们选一个进去的意思吗？我们要选哪个进去？嗯，先把这四个好吗？应该有四个吧？没有，没有，只有一个。三道门了哦，三道门。怎么办？三道门。哇，好难抉择，三道门。三门，我要进哪个门好呢？你喜欢铁门呢，还是木门呢，还是
肛门。这边是厕所的门。请大家选择幽灵一、幽灵二、幽灵三，你觉得我们要去哪个门呢？请选择，请选择。定住，快点选，不然定很久很尴尬。选第三个是不是？他们要选肛门啦 ，OK 啦，选肛门。好，大家都爱肛门，我选肛门喽。我要进肛门喽。突然选了一种会让我会让人后悔的门，为什么选这种会让人后悔的门呢？跳起来了。Assimilation of subject's consciousness. Initial symptoms: sharp pain and brainstem. 这很久以前的那个收音机了。Followed by gradual onset of hemorrhaging as capillaries dilate. Over time, degradation of the ego generates strong suicide. 对啊，这应该就是精神病院了，不然他怎么一直记录病人的那个？历史之类的。Completely reshapable in my image, but not me. Something keeps me from staying completely within. 哦，有人想讲什么吗？反正应该就是，就是这个叫。你听到什么声音吗？有没有？有人在。有没有？你糟糕了，等一定要拔起来。有没有？帮我拔起来。有没有？爬起来了！哎、欸，他痛苦的呻吟呢？你知道我真的没办法忍受这种恐怖的声音，你知道吗？哎、欸，哎、欸，出不去了！我出不去了！你出不去了！按按钮喽！你要选择右边还是左边呢？左边还是右边？等一下，左边还是右边？再停一次，停一次，再停一次！哦，对对，哦对啊。Assimilation of subject's consciousness. Initial symptoms: sharp pain and brainstem centered on insertion point, followed by gradual onset of hemorrhaging as capillaries dilate. Over time, degradation of the ego generates strong suicidal tendencies. 景象，他们失去了自我，变得像粘土一样，可以照我的形象彻底重新形塑。但会变成。有人说右边为什么是右边？那么上面刚刚那个有两个细胞的图案，这个是脑干细胞，对不对？所以应该是选刚刚上面图那个按钮两个图案，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脑干小说是右边吗？我刚刚看到是右边，你看那个看那个图案，你看这个有一个尾巴哦、啊 oh, 你好聪明哦，我按了、哦，好右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他杀掉的话，就他就爬起来打我们，是不是？哦，也太可怕了吧！然后现在，哦，所以三个门都要进去一次哦。对，三个门都进去一次，应该就是三个精神病院，三个精神病患这样。好，进去喽。哎，有点解谜感觉喽，终于不是纯粹杀敌了。哎、欸，刚刚不是有人坐在这里，怎么又突然变一个病人啊？这也是处刑场，是不是、啊？刚刚墙上的话有点像一个人。你看墙上有几百的话、欸，你他妈笑屁啊！你他妈笑屁啊！他说谎，而且是跟亲儿子，他的筋骨肉说谎，太离谱了。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吗？那个伪善者，道貌岸然的笨蛋。我知道真相，我比他自己还了解他。他又在试着折磨我了。罗拉没有死，所以赌谁是罗拉？谁是罗拉？哦，后面的图好厉害。我先看一下这是要干嘛？超小啊！这关是要选哪个按钮？齿轮有三齿轮跟四齿轮。有三齿轮跟四齿轮，所以我三个齿轮跟四个齿轮。看一下后面应该有提示。三个齿轮，后面是三个齿轮。所以你要选三个齿轮吗？对啊，要不然嘞？要不然嘞？应该是选对了，选对就会流血，流血然后就会有。
召唤什么东西啊？对啊，感觉大家三道血迹在。哎、欸，为什么会血印啊？手印。对啊，手。而且第三，为什么会调一条？人家是头发是导线啊？电，那是头发吗？我是感觉是头发、欸、哎。是头发还是电线？觉得是头发，根据恐怖游戏里面是头发。怎么会有头发、啊？因为，好问题。好，我们走进木门喽，小孩子的木门。我要去升个级记个录啊，要不要？我们可以先记录是不是？是不是等一下会有？这个是骗人的，这个是收音机。啊，被骗了，我还可以记录哎、欸。有进等一下，刚刚是你读啊，导演在记录啊，可以记录啊。不行，你要干嘛进录进去啊？他的声音很奇怪，他的声音非常奇怪，他的声音很奇怪。小屁啊，小屁啊！上面喜欢上画的是两个心脏，然后右边有奇美拉，奇美拉，右边就是奇美拉，还有一根狗狗打，一堆鸟的，然后右边有奇美拉在跟在吃狗狗，要选择太阳花，左边那个吧，左边那个吧，我们要你看这里啊，在这里啊，支持一下太阳花学院的。我觉得他，我就很，我很怕他会侵害我，就是可能选错会。有人说好奇选错会怎样？我们马上来测试看看，我们选这个。哎、欸，但我也怕呢，你们好过分哦！如果他就逼我选错嘞。哎、欸，哥选错如果重来的话就完蛋了耶！我选错了、哦，我选错了、哦，我再选过了。我会在后面看着你。哦，选错就会全部都选错，就是全部吃到我们身上。选错就会，这样你们懂了吗？你看我们要害我们重来喽！你看他害我们重来喽！你看我们浪费了20分钟。哎、欸，他妈真的要重来、欸！真的要重来，反正就这么简单的三个按钮，随便按。好啦，随便按按，随便按。我们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把它做完，赶快离开。所以是左左左，对不对？左边左边左边。这样的话，感觉这解谜有点简单。会不会还是右左左？幸好刚刚没有看到我们那个死样，就是整个被镜头挡住了这样。肛门。神速破关！我才破关，那个贞子应该就会出来。什么贞子啦？是不是出来啊？我不知道。有人说是构图研究实验。在研究什么？三个齿轮哈，三个齿轮哈。这个游戏制作者就觉得，干这么简单提示你蛮会错，应该全世界错的应该就我们而已吧，都是你们害的，就说要试试太阳花了吧，地板上有个东西，有没有看到？有一堆蜡笔，而且你看地板上有一堆那个刺，哎，对啊，所以如果我们刚站在这里就不会有事，可能吧。新的门，他刚
刚是在练成吗？练成之阵，练成破，然后练成那个纹。啊，然后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直出现这个符号。这个吗？长得蛮像我们手上的那个鱼叉枪。你说鱼叉枪吗？所以它是一个鱼叉枪。没有大关心。感觉可以打破。打不破吗？那、啊、有人在里面。哎，来对五郎，我们可以先用右镜瞄准多看一下吗？哎，这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伙伴警察吗？哎，对耶，真的耶，他在干嘛？我们来看看他在干嘛。啊，进不动了。他泡在牛奶里面，他在洗牛奶浴吗？哎、欸，洗牛奶浴这样 OK 吗？我们在那边帮你救援，你在那里洗牛奶浴。阿猫怎么要穿？而且还穿衣服。哇，牛奶浴之后，后面那什么东西？对啊，为什么不把它抱出来就好，还要这样子把它倒出来？因为可能里面有东西啊。后面那是什么？对，后面那是什么？那是什么？I don't know what I am. 我不知道，But it's definitely not OK.完了！哎、欸，他审美吗？还是审美啊？审美。糟糕，他变审美了。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可是后面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Yeah, I Joseph. 哦，乔瑟夫，哎、欸，是JoJo二代的主角。治疗，哦，我还可以治疗他哦。I've still got a little fight left in me. 然后呢？我还是有点动静。好了，我们现在又可以多一项技能要治疗他了。表示说，如果他俩被怪打中的话，我们可以把他放在前面弹，放在前面弹。还是治疗有需要拿什么东西吗？不好东西。不好东西啊？对，不好东西，我们就這樣好了。你走前面，你给我走前面，请走前面。你给我弹，你给我弹。他还在后面装病。对啊。走哎、欸，我想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到底是什么？你要把它打爆。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应该是打不爆。走这里吗 ？Let's get out of here fast。地上都碎玻璃，然后地上都是司机。救命！哎、欸，他拿枪，哎、欸，他有枪哎、欸！走前面，你给我走前面。那是汽油对不对？等下一定就是要引怪，然后早上去点汽油对不对？我猜的。你好聪明哦！你好聪明哦！就是这样，没错啊。你昨天已经浪费掉一滩了。等一下，有汽油可以烧啊。可是这里就死路，你要烧什么？啊，这里。过来把他弄死。哦，出来开之后有三个地方可以躲。那、啊、这边还可以躲。然后地上有一个，会不会爬起来的時候？要烧掉吗？烧掉好了。感觉等一下。对啊，反正先烧掉。先烧掉了，要不然先幽闭。十一根火柴没差。什么都没有。哎、欸，开出来挡路！搞我们的吗？搞我们的吗？哎、欸、哎、欸，打开！哦，有闪亮子弹。等一下，我觉得打开那么多东西，感觉一个会有僵，一个会是僵尸、欸，哎。哎，你刚发什么东西？刚这是子弹对不对？是霰弹枪吗？还有四个，我喷！啊！我就知道，你看我猜多准。是吧？我刚刚他头长得跟屌，我就知道你会吓我们。那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度是第五章哟。第五章哟。然后我们现在有个坦太好了，但是他坦却完全没有要帮我们的意思。我好像声音，是不是？前面有人？是隐形怪吗？还是什么？
那个机关可以让我们拆了。不是隐形怪，是这样，一般这样。他出去谈，他出去谈。没有，他没有谈的意思。啊，被发现了，上啊！哦，三只。哦，一起北七星，走来，过来，过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过来，过来。他不追，他们不追，反正。过来啦！啊，你是北七哦。他自己跑去踩回七星。我们是野神姐。有了，他帮我射了一枪，烂队友哎、欸。对。他帮你补了三枪哎！哎呀，哎，就直接站那么远，好捞哦！等一下，怎么他还没死？你到底要不要死？烧掉，好安。他是帮我治，他是帮我治疗吗？不是吧？哎，那金刚子嘞？金子都不见了。金子被烧掉了。你这个烂坦，烂坦。专业卖队友，专业卖队友，而且我快死掉，应该是不行。第三是可以整什么？酒瓶啊，酒瓶。嗯，法拉，手雷，法拉是手雷哦。嗯，我可以丢法拉哦，你们完蛋了。有法拉，有法拉我就无敌。开玩笑的。搜索时间，什么都没有。被卷在，干什么？突然拿枪子？你就知道把那扁地推倒啊！有没有病人？谁赖我？不要赖我，吓我一跳，先把关来关掉。这个东西会是让我吓出心脏病来。这是那个吗？You bitch！ 这边有个可以点燃的火筒，等下又要踢。对啊，等下又要踢了。表示前面有怪喽。你不要过去哦，你这个烂慢队友的。关上喽！关了发。门关上喽。那、啊、有一个经验值。哈！突然滚出了一只怪。哦、啊，对，要帮我砍吗？他、啊、爆头了。哈哈！来，超厉害，超厉害！解锁一个成就哎。And the core first mount。你觉得烧掉吗？不用吧。头爆掉了。打死不用，就不用。头爆掉不用烧掉。可以这样吗？可以再发哦。子弹根本用不完啊！对，就是那个鱼叉，对不对？鱼叉满了，我们鱼叉有200，可以装子，可以填充吗？对不对？可以。哦，对，那我们把一般的鱼叉填充一下。OK。哎、欸。可不可以举办游戏后面的什么？后面有奖问答，有奖问答哦。如果我们破关的话，我们就会办有奖问答啦。哦，如果我们破关，今天可以破关的话啦。今天吗？今天如果有破关的话，我们就有奖问答。有点困难。我们马上请鼓手现场画一本笔记本，现场送给大家。我觉得是不是要先把那个汽油桶踢到楼梯前面？用吗？用吗？可是还是，可是他会不会跑上来啊？也是有可能、啊，不然你就要踢吗？你觉得要踢吗？先知道先踢到楼梯口吧。对、欸。哦，踢好远。哎、欸，踢太远，踢太远了。哎、欸，站起来了，哇！站起来了。踢耶！啊，现在倒了。哎呀，站起来了，站得挺挺的。
神坦嘞？怎么就是我变又变我坦了？前面有陷阱吗？前面那陷阱就是陷阱闪光，哪里？右边那个红光。对耶，那是陷阱吗？还是按钮、啊？那是门吧？是一道门吗？你知道我像人干嘛吗？我现在好想记录。不要自己，他自己过去，他自己过去了。新的小游戏吗 ？This looks pretty sophisticated. Why would they put a bomb like this? 他怎么知道是炸弹呢、啊、？Do you think we can get past it? Stand back. Let me see if I can disarm it. 他该不会要，该不会 cover 他吧？哎、欸，搞不好很有可能。好的，就是说再撑一下，我快截好了之类的。我们是应该把他踢下来？你觉得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踢下来？我听到不明的声音。踢下好了，打你金刚腿！哎呀，真的很难踢耶，这东西真的不受控制哎！你不要坐在那里啊！他掉进去了，怎么办？完了，这游戏的物理引擎哦，起来！你这样很困扰。那已经开了，那要这个东西干嘛？要这个东西干嘛？你把踢进去吗？啊，你做完不会叫我一下、喔、啊？都不会啊！你是不会叫我一下、喔、啊？还有在那边白痴跟踢的什么一样哈？还是不会叫一下、喔？感觉就有人有东西要爬出来了。该不会连主角也都头痛了吧？等下，他包子。为什么？啊，他也长那个包子了，长包子啦！莲子图。我昨天去那个海边，看到那个莲子。他要干嘛？我本来不想这一招的。流个鼻血都没事啊，人蛮神的、啊。Joseph, after Connelly, I thought I don't know what came over me.I haven't been feeling well, but... What? Look, let's just get out of here.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place. Yeah. 你还敢背对他呀，妈？我现在开始从头到尾都要拿枪指着你。我都要从头拿枪指着你。等一下都不要给我突然。I'm fine. No need to worry. 确你没事吗？你真的很可怕哦！我看我们等一下他受伤，不要帮他治疗。真的很可怕哦！他等下受伤也真的很可怕哦！这楼梯要爬，你不要上来哦！你不要上来哦！我们上来可以摆一下。他等下抓住我脚怎么办？这个嘛，就把他摔下去。对啊，为什么留一个那么危险人物在旁边嘞？人突然变，这也太过分了吧！人工突然变得蛮柔和。欸、有鱼叉机关炮，是闪光，哎、欸，这是爆炸，爆炸是爆炸键。冰图哎，等一下，我们是不是从到只拿两片而已？对啊，我们到目前只拿过两片而已，好少。我们应该镜头拿到吧？应该是啊，好过了。这什么东西？散弹枪子弹吗？还是火柴？哎、欸，是火柴。啊，太好，是火柴。刚好要火柴。哇，散弹枪跟子弹。我们根本没有拿到散弹枪，我们根本没有用到散弹枪。那我就拿散弹枪好了。We need to move.太好了，是镜子。哦 ，I love 镜子，吓死我了！啊，可以记录了吗？可以出去记录。Have you forgotten something？ 我们刚好拿到钥匙吗？我们刚刚啊，有拿到一把被那个老鼠拿的包，对不对？那个老鼠啊，就那是钥匙吗？对，那是钥匙吗。有卡打，有卡打，有卡打。四小时。来，开宝箱，来，大家选一个数字。
一卷在手，希望无穷。来，选一个你喜欢的清运的数字。大风四，大风四，一卷在手，希望无穷。来，选一个你喜欢的幸运数字吧。十三二三。谢谢惠顾，下次再来。十三哦，好吧，我们就采用 Kirito 二四六八，你的十三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这个刚好在下面呢、欸。我快要 bingo 了，快 bingo 了。经验值，经验值也还不错。五千经验值、啊。Kirito， 我爱你，I love you，Oh my God，I love you。五千经验值可以升级到几百点了吧？是这里吗？我好像有人说什么哭手的声音比想象中的比想象中的还低沉，低沉，没错。那我现在其实我一直以为哭手的声音是一个很阳光的有朝气的声音。那我现在就来提高声道，哇，好高哦，好高哦，好高哦，阳光的气息，好不好 ？Sorry， 这次没有人中奖。我觉得我超会学的。我们要点什么、啊？这个吗？不好意思，我才点满好了。我才点满、欸。五千呢？好吧，就点满吧。而且也是加杀十五哎。我的火柴可以拿满了。我有很多的火柴。那弩箭要不要点满啊？弩箭，我觉得弩箭很重要哎，应该先点满。不过我觉得单也是可以的。不过我倒觉得散弹枪，我们散弹枪每次捡了一大堆都没有用，还是要升吗？两千 OK 啊，升就升啊，四千升啊，都升，升累了直接睡没问题的。啊，近战攻击要吗？后面应该用不到近战了，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感觉没有屁用了、啊。嗯，要是玩专家模式才有用。爆炸弩箭，我觉得现在最需要就是爆炸弩箭啊。妈的，太 OP 了。留着好了，留着。爆炸、有点冷。我觉得有点冷。记录吗？还是？第五章还没结束哦。还没，我们还没打完。而且我觉得第五章比之前还要不恐怖哎。这章还蛮和平的。这章真的蛮和平的，因为我爆炸弩箭的关系吧。实在没有爆炸。超厉害！超厉害！有弩箭什么都没问题，他应该等了我们很久吧？他在外面有点单词，又可以拿喽。等久是不是啊？久等了。故意的啦。啊，主持人。故意的啦。这个场景有点大。这个场景。哦哦。有点大。有点恐怖，这是夺魂锯吧？就是哦，没有，这应该是那个什么魔术表演吧？所以他等一下其实都不会死，他就跑出来。你有看神？你有看出神入化吗？对。一开始不是那女的在那个水缸？我们要帮他，我是要 cover 他的，怎么 cover 他？小鸡啊，被缸了。爆炸箭的时候 ，Joseph， are you alright？ Are you alright？ Yeah, 怎么办？怎么办？是爆炸箭啊！爆炸箭 OP。又手雷吗？手雷吗？我们是不是要等它集中在一起，再用爆炸箭之类的？反正爆炸箭不是感应式的吗 ？Hold on， I'm coming。啊，才射掉一个而已耶！麻烦用一般的鱼叉，还是用手指弹就可以了，手指弹就把它射到一边。哇、哦，爆头雷，不错。哎，没中！太多！等一下，丢个手雷好了。真的吗？等着这手雷 OP 打完武器，你现在再丢掉吗？没关系啊，就丢了。那、啊、人嘞？哎！有啦！是不是？是不是？啊，那刚喝。那你觉得这个要丢吗？啊。我们
拿个鱼叉枪好了。你觉得我根本超厉害啊！哎，冲那么快是有事吗？冲那么快是有事吗？冲那么快是有事吗？啊！我手，我放了，我掉下来，掉下来，我掉下来了。哎呀，好痛啊！哎，你快死了！炸了！为什么没子弹？为什么没子弹？我问你啊，我不知道。我刚刚是怎么卡弹了？对，刚是卡弹吗？还是射太快了，他卡弹了。啊！你拿什么枪板？我超孬，我超孬，我就是不敢下去，我就是不敢下去。好啦，直接等他们聚集过来之后，用爆炸手雷，不，用爆炸鱼叉，有没有？Kid Minnie, Joseph, are you all right? Yeah, I'm fine.I think you'd better get down here. Hold on, I'm coming. 过来，过来，要过来哦。他这里是怪的吗？不会吧。Shit, let's hurry up. 然后再来讲话，我就等着。Here they come.你好像把桥洞内部给炸死了，我看你把桥洞。就这么没死啦，就这么没事的嘞。我他妈超不准的，我他妈超不准。他妈烧掉你们，烧死你们！来补个血。哇，小猪还蛮喜欢的。等下女儿是不是快要灭顶了？还灭顶了。小师傅加油，我先捡经验值啊！小师傅加油哦！我是不是该想办法？我捡个经验值啊！那个东西，那个女的怎么办？欢迎欢迎 ！Watch out, they've got dynamite！ 哎呀 ，shit！ 他们有炸弹。电击弩箭。不用那么，不用那么严重。啊靠！没有中，你没有中，没中没怎么办？他们自己走过来会怎样吗？我也不知道，会电到吗？会爆炸！超厉害， Fuck, 超厉害，自己都被炸到，超厉害！而且我竟然过了啦！电击弩箭怎么用啊？用我们会不会被电到？好，那应该救那女吧，女的被淹死了，被炸被淹死。你知道被淹死了吗？你知道被淹死了。哎呀，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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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问题。Sebastian, you're above. 那你是被吃了？你有干嘛？太多只，太多只。可是他怎么办？他快死掉了耶！他快要死掉了。哎呦喂，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有一个火，有一个燃烧弹。我射到吗？我是没射到，而且他还有，还有什么？真的强，真的强！来，加油！你要不要把这味道？打不破，打不破，打不破！烧死你！烧死你！啊，你不要！这个要烧死！烧死你！又来又来了，来过来过来啊！跑很快是不是？哈啊！跑很快是不是啊？烧死你啦！烧死你啊！把人杀完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就一直有人过来啊。可是问题是那女人讲的电话了，应该。对，他怎么掉了？他接到之后被自己就是炸死了。Is that? 終わりですか？終わりですか？I think they're
there's still something nearby. 可是怎么办？他 more of them on the move. 又有了，有的快死了，有的快死了。要不要想动点脑筋，想想怎么办？快！你把附近抓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我先捡东西再说。啊哟！我的操几丢，你那么精神有事吗？走过来会飘到吗？啊！我们同一阵线，我们同一阵线，我们同一阵线，加油！我们同一阵线。你他妈真的死定了！来，我们同一阵线，我们同一阵线。不用，不能救啊！一定要把他打死才能救吧？哎呀，炸！好痛啊！哦哦、超痛，超级痛。结束了，还没，还剩下的。没有，他射到那个了。要剩下的时间费，赶快补血到了，赶快补血，赶快他妈的补血。Watch out! They've got W-line! 哎呀，好近，好近，好近！爆了吗？啊！我快死了！我瞬间残血！保护我！快点，坦保护我！那个绳子好啊！没有补血的了。哎，是不是站着就可以补血？会补到正确的甲。等我一下哦，再等我一下哦，我先捡个金子哦，不好意思哦，你在里面再验一下哎，再验一下哦。这里这我来看一下这个。哪一个啦？哦，我先捡个子弹啦，先不要理他啦。等一下哦，再等一下哦，快好喽，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来，我再回个血。要怎么回血？你还记得吗？站着就好了。站着就好了吗？对啊。你看，回血。回超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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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不会直接结束游戏啊？算了，先救他好了。I can't get the thing open. I think there's another control panel around here.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这附近还有另一个控制台。Where do these cables go? 也是你画那个图的缆线。Tell me what to do. 你看一模一样。哎耶，有那个图了，有那个图了，我的妈咪啊！明就淹到头了，这边只淹到小腿而已。对啊，明就淹到头了。啊，该跑了。你骗我。而且我真的快死了，怎么办？但是就是快没时间点，我跑掉。好，就算一定会有怪。我也觉得会有怪。先丢一个补血的好不好？那你就被看到，被看到了，被东西看到了。靠摇！烧他，烧他，烧他！不能烧。我这样被烧，这样被烧了。你为什么要自杀？哈哈哈哈哈哈！对不起，我爆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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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吗？哦，这个都冲出来，逃出来了。Kidman's in trouble. Kidman 有 trouble。不用理他，你再过去那个女的就没救了，你得赶快。可是 Kidman 才是 trouble 哎。关我屁事啊！他有叫。对啊，Kidman是指那个女的啦，Kidman是指女的，他说女的快挂了。啊！
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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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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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要射你的，只是你突然吓我一跳，我才射你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祝你成功成佛，上西天。而且我觉得等下跑回去一定会那僵尸已经跑全跑出来。Look at the control panel. It's got the same kind of dials, right? Yeah, a top one and a bottom one. Set the upper dial to 22. 22. 对，二十二。二一，二二，下面五是不是？ 22 on top and 5 on the bottom. 好啦好啦，我这转了。然后呢？上面的再往回一个吧。Not part of the job description. You're right. 哎，明明就我们救了他在那边爽。哎，是我们救你的哦，不要忘记。不会吧？啊，没得用。Joseph, keep moving. 好啦，接下来你要回去面对满坑满谷的。可以接下去啊，但是听说那里有钥匙。有钥匙是不是？真的不要骗我哦，我回去找喽。哎呀，进不去了吗？可是僵尸都不见了。这锁还是可以打爆。僵尸都不见了，一定要发现吗？有钥匙，有钥匙。Hello， 一剑在手，希望无穷。而且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不见？对哦，那叫做僵尸干什么？那两个队友真的很累，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现在，我们完全就在，他们都在完全在拖累我们啊！哇，就这样下去哦，他就这样。他为什么不先看一下下面有多深啊？就这样直接跳去这样呕吗 ？Where they go？ 满坑满谷的僵尸是尸体，而且不能烧，所以是也没有用的东西。满坑满谷的尸体是，而且什么时候才到第六章啦？我觉得玩好久了。啊，这章好久，第五章好久，而且我才死一次而已，难得才死一次而已。干嘛那么近？干嘛那么近？啊，视角靠那么近。有怪物啦！爆头一只，爆头两只，烧回，烧回，来过来，一起烧，还会找到吗？来一起烧，没有，烧回，烧回了，你在他站起来的时候烧他脚头，我觉得小兵已经不构成威胁了，你知道吗？这边就像那什么巴黎地下墓穴，有没有？有忐忑点。好了，是角色不再开枪吗？不是，他们为什么不先等我们？他们就这样先走是有事吗？这个吗？你们忘记我是神坦了吗？为什么不先等我们？哎呀，这血！血区，到处都是血区，就是肉林。Kidman, you there?、哎、有东西，有东西。尼可基曼，你在吗？才不是尼可基曼。那长得也不错啊，不要讲我。啊！哦不！啊，好恶心啊！好恶心啊！有点哦。自动记录点。请问可以第六章了吗？我有点精神压力又开始有点大了。我就是不要下去嘞！我就是不要下去啊！下去了，下去了。Hang on， 天哪！我掉下来了，一只、两只。要烧毁吗？烧不到，烧不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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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一下屁股。啊！对不起，对不起。啊！长痔疮了。烧毁！啊！啊！被抓鸡了啊！我被抓到了。哎呀！哎呀！你枪法很烂的。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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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不要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在干嘛啦？枪满了，我快死掉了。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对不起，我就是烂枪法，烂枪法。没有啦，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现在你们看下午画面混顺，其实我们现在玩的时候是非常的 lag， 对，所以你才会觉得我枪法很烂，这是错觉。其实我实际上玩那种 CS 啊，都是很神准的。哎哎、欸欸、，Joseph 来救我们 ，Joseph 来救我们，而且有个肥仔。我觉得还是我们就不要浪费子弹了吧。Sebastian， are you alright？ 烧毁。还有吗？我烧毁。而且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真的那子弹了，是不是没了？没有了，没了，没了。Are you guys all right？ We're all right。手才剩多少个？看得到吗？我才剩一只啊！啊，真假的？对。补给品，补给品。给我补给，哎、欸，给我补给品。还有掉，那主要是手榴弹。手榴弹呢？还有东西可以拿吗？踢掉过东西吗？可是我刚刚怎么踢了一下，他就有东西跑出来。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活下剩下一只。If you hadn't come along。我就可以跟他做爱了。屁股、啊，而且他屁股不错，我们可以注射他屁股，可以。哦，他腿好细哦。他转过来，转过来，然后，哎呦，哎呦，你那边拉伸一下。那怎么过去啊？ It looks like the door's locked from the other side. Sebastian, maybe we can lift this enough for Kidman to go under and open it from the other side.We're counting on you. All right. Yes, my lord. Yes. Wow, 这个屁股有点翘。就枪让一个进去吗？我就这样子把那个女的关在外面了。就枪让那个人进去吗？这样真的 OK 吗？这样真的。来就不吗？Let's get going. 来就干。好 ，going going where？ 啊，让他开门啦。真是聪明。他哪个钥匙 ？We should go. We should. We should 找补给品。We should 找补给品。If we no 补给品 ，we will die. Why would they catch you instead of just killing you? Maybe he didn't see me as a threat. 没关系啊，我们现在有三个人哎，是不是？哦哦哦！超音波。贞子吗？这是贞子吗？哇！我掉下来了。刚那个脚手不是贞子的手吗？你还记得吗？他没剪指甲，指甲没长。对啊，那堆手就贞子啊。多秀，我们没有火柴，又没有霰弹枪，又没有鱼叉，又没有。回去开开箱子。有吗？有吗？这个吗？这个门吗？Sebastian， 他结婚了、啊，他跟那个女人结婚了，是不是？来，可以进去了，太好了。Sebastian，Have you forgotten something？ 你有忘了什他在干嘛？他在祷告吗？好了，我们来拿一个子弹呗。Hello， 又到了每月开奖时间喽，请大家选一个幸运号码。对，选幸运号码。后面也可以耶。后面也可以，但是总共有29乘以58个奖数。58个吗？是对称的吗？没有对称。6 38 18个。18+29，哦，47。
18个。20，有人选20。有人选20。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这个。打开喽 ，Open。翻白眼，谁选二十的给我出来，给我出来面对，给我出来面对。那是什么？才四发而已，是三弹枪四发吗？没有吧，我不知道。不错啦，不错啦，三弹枪 OK 啦，好啦，对不起，我刚不敢骂你的。程序升级好了。我们要什么呢？这个要升吗？升完就没了。霰弹枪伤害加成，装填时间弹夹零六。还有暴击率，这游戏还有暴击率，这游戏有运气成分。好像不错哎。有点热，有点热。你觉得哪一个啊？我觉得注射器，把自己拿不到。霰弹子弹要不要升级一下？这个嘛，好啦，我反正我现在都只用霰弹枪了。没了，走吧。进去喽！进去吧。而且我们血数又变少了、啊。哦，我刚突然可以放在热键了。我刚突然可以放热键了。放热键。你看。哦。我玩到第五章，终于发现怎么放热键了。终于发现怎么放热键。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啊？是蒙特雷可以注视。你怎么把他打爆？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组合起来可以吗？而且你发现下面都是血，我已经回不去了。拖都拖，谁要拖？啊！我前面有陷阱，该拆陷阱拿素材喽。拆就等下。对，我干嘛把它烧掉、欸？哎，就是有在那附近哦。有在附近，你看它有眼睛啊。有人在附近，它在哪里呢？啊靠！要靠！要，我现在没看到。啊，人家俩开的。它不见了。它就在转角、啊。你又没射中，我看你还是不要用手枪。为什么不会死啊？为什么不会死、啊？我看里面东西。他为我们指路，他为我们指路，不然他不进来，我们不知道这里有东西。剩三发。那你还要用吗？用。怕什么怕？啊，我有东西可以打你了。我近战很强。哦，哎、欸，倒了。死了吗？死了，死了。好按了，开个灯。先爬下去一段有楼梯。啊，真假的？可是前面有路不是吗？前面有路，然后后面有楼梯。我自带，刚来的刚刚好。可是散弹枪，真要下去吗？可是刚刚前面看一下好了，还是下面有东西可以拿？哎、欸，有那个，有经验值。哎、欸，不是经验值。
靠，是酒瓶啦。哎呀，这是哪里呢？喂，哦哦哦哦，发现不是。差点就死了。你刚刚是查到什么？哦，这边有敌人。啊，上弹枪，上弹枪，上弹枪。啊！哦，哎哎，你刚按到什么？我不知道。你按到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啊，不会吧？我们刚刚有升级了吗？钥匙还在。可是我们可以重开喽。一箭在手，希望无穷。再开一次。再开一次，再开一次。来，选一个号码。可是陷阱刚刚没有看到陷阱的开关在哪里啊？墙上那个你是不是按？墙上吗？刚墙上有杆，你是不是按要拿东西的时候按下去，结果就刚好开了？对啊，五号，一二三四五，怎么号？就是五号。八七七个，七个爆炸、欸！不是爆炸，爆炸那个爆炸的那鱼叉，这还不错，我喜欢。OK， 走吧。我喜欢。怎么刚是重新升级啊？算了，我觉得再存多一点再升级好了。僵尸的旁边有僵尸的僵尸的僵尸切，僵尸的嘿嘿，僵尸感。没有啊。那边又会有僵尸了。哎、欸，准备子弹了。我今天刚刚本来是开20号有子弹，现在开这个没有子弹。哦、oh, ，对吼。你要走左边还是右边？一边是有楼梯，一边是没有。走这边吗？刚刚打的僵尸旁边有开关 ，OK， 我们就去。竟然是枯锁，是谁？开关在哪里？开关在。这个东西是开关。这个吗？哦，这个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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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按钮，那不然你先退回来一点，然后那只僵尸。他会再开一次吗？会耶，会耶。嗯？哦，然后是它弹起来，像你可以再按一次。刚刚那个是 CD。CD 时间，现在就踩死就会有。地板还有吗？没有，看到了。你要干嘛、啊？我就不知道哪里有陷阱啊！嗯、我还怕哦。打怪！打怪！打怪！你看他会开陷阱的，他会开陷阱的。哈，北七，你没刺到我，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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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会是不是哈？很会是不是哈？火柴吧，我剩一个火柴又不行，还没死吗？还没死啊？还没，还没死。哇，真的已经破了一个大洞了。所以是他开的，是不是？是他开的。就一发子弹，就为了这一发子弹，就来拿它来开关。有楼梯接上去。就为了一发子弹，我们浪费了三发子弹。让子弹飞一会儿。让子弹飞，是这样吗？哦，这里有宝箱哎。哎，等下，刚刚什么东西？刚刚什么东西？刚刚里面红红的。刚刚什么东西？里面红红的哦。是陷阱，是陷阱，是炸弹吗？是炸弹吗？感觉是炸弹，我猜是炸弹。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我们可以在旁边记录一下。哦，可以解除。
哇，好厉害啊、哦！哇，好厉害！那你为什么可以解除？我不知道，我刚只是看一下，就放过去就解除了。我们现在拿到新的冰属性的剑士。冰属性的吗？对啊，它解除冰属性。哇，这么好多宝物哦！太好了，太好了，一堆宝物。哇、哦！这么大一罐的金，还好才燕值。开箱文，说得好，开箱文。我看以为没有那个已经不见了。先不要僵尸，先换三三枪。三三单枪，巴拉银过来呢？就是还没有眼睛出现，所以还没到。巴拉银过来炸掉就好了。好像没有一起银过来。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啊！你太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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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太快了，你们太快了。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可以不要那么快吗 ？OK 了，他们两个一起烧。好爽哦，好爽哦！感情好，聚在一起不会散。第五章也太久了吧？我 是被你阴了。你说看看，你是有没有知道第五章会那么久让我玩？我就知道第五章会这么长，所以就先让你玩了。哦，是火柴。哦、yeah, 耶、oh, yeah, ，有火柴。拿到四根火柴啦！那、你没有金子？金子？等下，刚刚那两个有金子吗？没有。那个雕像突然爆掉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对啊，刚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雕像突然自己自爆？我们走过去没问题吗？应该没问题吧。都有经验。我视线零件。应该先拿个，对，先做一个什么？先做个爆炸吗？先解封子弹。啊，对对对。不，我说爆炸也是可以解封子弹。冰的要不要做一下？冰的感觉很酷欸，新技能欸，要几个、啊、看一下，要五个。我们现在三个、啊，我们家什么都不能做好，对不起，我收回。OK。哦，有。子弹，有子弹，有子弹了。这是什么东西？什么？空调吗？空调。Hold up！ 哦，里面有一滩油。干嘛？你以为有一滩油？不是有一滩油，就表示一定会有东西啊。一定会有东西。两滩油。两滩油。啊！什么东西？你被前面的那个电线给烫到了，是不是？我真的翻白眼了，这现在可以被电到。这是油吗？应该我听到里面好像有奇怪的声音。你要进去吗？要进去呢，还是要先回去储存呢？我们可以先回去储存好了。回去哦。对对对。先去储存好了，感觉等下会有事情发生呢，我就惊。惊哎哇！反正就离那么近。也是。我就是孬，我就是孬，我就是要回去，我就在回记录。哎。对，我就是胖了。怎么样？有文件？是文件吗？他说有文件。蹲低暗杀比较省子弹，但是蹲低，可是他有时候蹲，可是他有时候就是看到我们啦。而且我觉得暗杀真的很浪费时间。我发现我好久没暗杀了。对，我们真的很久没暗杀了。
出村了哦，走吧。吵欸。耶、yeah! 欸！子弹，子弹，有子弹，有子弹。有一号子弹啊！对，他的意思是为了提醒我们子弹啊。不要被地心电到。左转弯。墙壁在滴血。啊！什么？那什么东西？真子出来了！快点！可以可以。啊！锁住了！啊！锁住了！糟糕啦！可是我。我有火柴，我有火柴，我烧死你们！你要用子弹还是火柴点燃的？我用子弹、哦，我觉得火柴来不及，哦、就是用子弹。我原来用枪射就可以点燃了，因为感觉子弹就可以直接点燃它。哎、欸，三只老鼠啊！快点！哎呀，哎哎哎，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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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去！哎哎，在哪里？在哪里？不知道，撞了一下，然后……哎哎哎，太快了啦！太快了啦！会不会消失啊？我还有限时间呢。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欸、你给我下来！不是老鼠吗？怎么变乌鸦？你给我下来！要不要闪弹枪对碰？闪弹枪吗？好，聪明，比较容易死。来，一、二、哇耶！ Yeah. 超厉害！超厉害！对，加上雷。我在在天文这边。好。打破，拿钥匙喽。嗯，现在只剩四根火柴。他会出来吗？一定会啊！他怎么可能不出来了？哇哦！突然气氛变得……前面你看有汽油桶，有汽油桶。前面有汽油桶，然后那一只会不会起来呢？你觉得？它肚子干嘛？它不会起来，它都……哦哦，一瞬移嘞！对啦，我胖了啦，但是我现在是正常体重，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哦，我记得有人说他那只女友会用那个尸体瞬移，就是他瞬移到有尸体的。真的假的？我听说的。所以我们要先把尸体烧掉吗？可是要用吗？先烧掉以防万一好了。感觉这里有汽油桶，表示得这里感觉等一下就会有什么追逐战之类的，有没有？现在这个啊！我烧你！我好厉害哦！我根本厉害啊！哎，超厉害，超厉害！我伤到自己了！我伤到自己了！哦，连环巴掌！对啊，连环巴掌！是连环巴掌！嗯，刚刚呵呵，啃盖，一页你页呢？没有，哇，有自动记录，好险，好险！好了，我现在知道他从后面过来了。有没有？连真的都要从后面来，先把这烧掉。来，过来。
比我小啦，叫什么叫啊？不是很会叫，有皮啊！顺屁股。觉得他真的容易按掉吗？会吧。他在后面，他在后面。干嘛？我就超回。等一下，我们是应该什么爆炸弩箭？爆炸弩箭，火焰弩箭吧？有火焰弩箭，你看。火焰哪里？哪里？哪里？你看这个啊，火焰啊，这个火焰啊。燃烧来吧！一发第一发没关系。你应该等他冒出来，他要火气，所以然后你要再担心那些。他好慢哦，你也太慢了吧！哇，在喷火，国庆烟火，国庆烟火。啊，你要做几发？我不见了，他死了吗？对吧？他没那么快死吧？你要不要做一两发火焰弩箭？火焰吗？对啊，火焰弩箭，他怕火，那就用火焰弩箭。可以做一，可以做一发。好 ，OK OK。这是哪里？不知道。在后面。虐僵尸。我们今天的税金就这样子分掉了。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在去哪里？啊，现在不知道，现在你没有火焰了，怎么办呢？这什么东西？爆炸弩箭、哦，还可以捡回来哦，这么方便啊！还可以捡，没有他，我们刚没有来这里啊。不知道他刚，不是你刚说那些爆炸弩箭没射中吗？是啊，然后就插在地上，肯定可以把它捡回来。但是呢？不知道，所以你知道不要走到死路，别走。啊！我趴在你后面啊，小心！不是，我一直射错，我一直射错。我他妈一直射错，我他妈一直射错。你浪费了三发弩箭在跟什么？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大家。你现在剩下一般的鱼叉了，不然就做闪电战。快点，快跑吧！他不理你。他走很慢，他走非常慢。超厉害，超厉害，超厉害！我们打败贞子喽，而且只有一次而已哦，我们就死一次而已哦。八千呢？我八千剑子哦，还蛮多。而且我们可以把那个东西拿回来。啊、你看，我们可以把这燃烧弩箭拿回来。没有，这是火把。哦，这是火把哦。对啊。哎、欸，可是刚刚掉一个火把在上面了。刚上面有一只火把掉在上面。表示这里应该没有东西。嗯，这是什么陷阱？我们应该可以把自己的物资拿一拿了，我觉得。可是那个陷阱，刚刚那开关到底是哪一个？不要起来哦！不要起来哦！你不要起来哦！没关系，我上有火把，我。我对不起，我不是要故意烧你的，对不起。哦，没烧近战火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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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故意要烧你的。近战火把这样就成就。对，而且我只是按个近战，他就啊。我按出来，他都直接这样把我补血、欸，就这样各种浪费。他就这样把我补血，而且到底什么时候第六章？很早之前。刚刚有什么发光？你有看到吗？红色的光。红色的光。你刚刚射出去箭都拿回来吗？就是拿刀光。哎、欸，这里还有火没？好啊！哪里过来？那你过来，那你过来。SCP 零八七，这又是什么？要水动？还是其实打完之后就不会有出现东西？哎、欸，哎、欸，烧掉，烧掉。那完全没有东西了。
而其实那个贞子不难，因为它真的是移动非常慢。而且他刚刚就跟你面对面，而且我他妈还可以穿过去。已经面对面了，他竟然不穿。我他妈还要穿过去。哎呀，这是火把哎。火把哎，耶！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给火把。没有火把。哎，这里来过吗？刚刚对，我们就是迷路了。不是，我想看有没有物资。这里有来过吗？哎，来过，来过，来过了，想起来了。哎，所以刚刚那两个机关到底是？不知道，应该也是打贞子用的。对啊、只是我们就太厉害了，就把自己把他打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场景有点像那个《205-85》的那个触手怪。205-85触手怪。205-85有一个那个黑色的五代吗？对。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我知道那里。哎、欸，阿里安那烧箱子，箱子不会烧掉啊？这是什么物理引擎啊？到底什么时候要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来到一个，等一下是 Warframe 战甲神兵的破坏任务里面。哦，哎，为啥杀死？先拿物资，先拿物资。Subject's case history cites developmental delays, indicates issues with communication, social cognition, repetitive behaviors, signs of synesthesia reported.这物资那么多，感觉就有炸啊！主角非常悠闲自得，他就是来观光的。哎，就是刚刚那个乔瑟夫坐的那个嘛，坐的那个床。所以里面那是枕头。高潮啦！而且突然有东西在看我们，这看起来像是脑干的东西是吗？脑干，而且这是敌人吗？突然有三只电流狙击棒僵尸要来找你了，来啊，我火把，怕你们啊！进来，不要，我要等他们一起。这叫集中战术 ，OK？来过来过来过来，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集合喽！要走了，我们要走了，各位小朋友，各位小朋友，我们要走喽！好啦，哎，没有死哎！哎，我的火把嘞！火把不是一击毙命吗？拔掉！要拔管。来，小朋友小心一点哦，不会痛的，不会痛，打针不会痛，怎么不能拔掉？你知道拔管子吗？我拔不掉。你没对准吧？啊，现在人家站起来喽。拔管子。你看不能拔。就是哎，还要拔这里啊？吓我一跳。人家的脖子啊，就是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啊？太多任务里面那个他的脑袋。终于可以休息了，接下来现在是换酷手玩喽。我先去上厕所。失去控制 ，lost control。孤主明天还在就。
住。对啊，我会在阿俊家住5天哦，5天，所以是待到今天是第二天嘛，所以是待到19、20而已。